记者方维铎台北报道。2017-2018玉龙日产汽车创新风云赏今日在国立湖尾科技大学正式举办首场 Nissan 品牌体验创新巡回讲座，由玉龙日产专业讲师向师生分享 Nissan 品牌经营及行销专业实务经验，并首度于校园中展示 Nissan 知名跑车 370Z， 让现场师生亲身体验 InnovationThat excites 的品牌精神。为鼓励校园杰出人才参与玉龙日产汽车创新风云赏竞赛活动，玉龙日产将前进全国20所大专院校举办 Nissan 品牌体验创新巡回讲座。玉龙日产提供本届竞赛活动规划全新主题 Nissan。活动详情及报名资讯请至2017-2018玉龙日产汽车创新风云赏活动官网 http://www.nissan.com/tw2017designer 查询。玉龙日产在国立湖尾科技大学展示 Nissan 370Z 小跑车，让现场师生体验 Innovation That Excites 的品牌精神。玉龙日产提供